走，我们还要走他屋里去。来不来屋来？你喊他来。啊？姑姑给做了。姑姑给你做了，我把头发剪坏了，多钱了？嗯。我们去走去。啊。姑姑还有裤带。难搞了嘛，要妈妈跟我说什么子嘛？嫂子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他说我那个头发没给他剪好，他红着说你不剪的，然后他就要回扣。你也是剪的什么发型呢？不是的，我跟他说没剪好，这一个他那个头发呢，今天确实不是说我一个人剪的，他也动手的。你把我头先搞。啊？来，快来！我就想问你，刚才是姑姑一人给你剪的吗？还是妈妈？还是我们两个剪的？是我们两个剪。你刚才回去有没有跟妈妈说？啊？你看你又是不是惯犯？你说你是不是惯犯？过去来还剪一下，快一下吧。这是帅不帅？嗯。这是帅不帅？这是帅不帅呀？嗯。那剪完了之后，要妈妈说帅不帅？不是我说帅不帅？刚才那确实不帅。刚才我说不帅，你红子还没有就给我跑的吗？你们把我的牙齿都笑成烂屎。嘿，牙齿笑成烂屎，笑的肚子疼了。你妈妈是牙齿疼，看来你笑的级别还是有点高啊。好，行了。啊哎，搞点水跟他洗哈，我搞死去了。你就在那里跟姑娘玩呢。酒家帅不帅？帅哟。嘿嘿嘿，脑壳，走，我们去洗脑壳去。哎，到黑。那他自己来洗。好，手放下头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。水可以吧？嗯。嘿，还好多头发哟。你也是蛮缺呀，是和那个在外头上回那个托尼老师剪的一样的。嗯。还可以按下摩哦，来我给你按下摩。嗯，舒不舒服？舒服。舒服。好，起来自己洗呢。啊，拿起帽子自己洗。脸巴子。是的。自己实行以后自己做，这头发还是够好看的呀，就是还差哈儿啊，啊？啊，这边是辫子。哦，你要跟我辫辫子？没有，那我们辫成辫子。啊，来。辫子。来。我想的。乔子。咦。快来哟！姑姑可怕吗？